之战中，苍穹之主天尊以斩情剑手刃虚境魅主，使其元神破碎，消隐于三界。千年前，陈桓谦突降仙路，致使北冥山草药成名，修为精怪。相传美容玉园之夜，有精怪吸人灵气，骇人性命。为此，朝廷特颁布藏药令，设立上清司以抓捕精怪。九明大人，山间危险，您还是多加小心为好啊。摘下面具，我便是郎中阿举，不必缓缓大人。凡人还是个男的，若是我与他结成灵配，那不就可以让他带我去人家了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就敢上我的床？不就是个呆郎中吗？难不成还能吃了我？你和我呢，已经结成灵配了。我是你的灵主，你是我的灵仆。夜里呢，还得供我吸食灵气，直到我修成人形。我若是有半点闪失，你呀、也一样。亲人就是亲近之人啊，我要像你一样，研习医术，治病救人。这精怪啊，在我北冥是愈发的无法无天。干什么？跟你一块跑呀！这如此下去，你会祸害男子，为非作歹，欺人太甚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乖啦，听话啊。道不同，不相为谋，我绝不与你伤他分毫。九明是精怪，那你为何伤他？夫人救他，已经与我反目。九弟，你终归还是东西，你们这事即使相遇也注定无法相守。魅主消失多年，一旦出现，三界恐有大难。天助我也！莲花精怪，他怎么会在这儿？不要再来找我，否则我一定会杀了你。是这世界唯一能伤他之人，那便以我之命，还他永世安宁。